放，再下腰，放。没事，上去了啊，上去就是成功。谢谢，谢谢。然后你明明就看见那个中心在这个地方了啊，射出去了，但他就出去了，不知道为什么会发生这样子的事情。嘴都中间了，嗯，不是，哎。刘希宁他射过箭嘛，这次他是带着经验来的，看别人射好轻松，然后我闭上左眼的那一刻，我就是这个世界就是相当的模糊。哇哇，厉害，可太厉害了，能不能让我也有一次这样的体验。抖了，你看他最不满意的一环是我梦寐以求的、啊、梦寐以求的成绩。